人，他我是天界欢欢，他是老婆。就是这一条。阿兰斯，啊，不好弄啊！你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干？什么都没有干，还是干？啊，工农哥，好了，我来，然后我不干了，不干了。大哥，真的是两个小时，还有谁要啊？走。哎呀，那还是去年那个面对面。啊，这个，我这个是大意思，啊，这个大意思了，这个大意思了，来扫，扫扫，对对对对。哎，好，可以了吧？不行。对吧？先准备打到字幕吧。
整个你满口的这个味道进去应该也对啊，进不出来了，臭气熏天的，哪有臭啊，喝下去还可以吧，还可以吧，可以可以可以，拿好了，谢谢你，好，新款的，等一下再去试试，坐来坐好，快让他们帮你拿着来，好，这么压的感觉要吃点东西了，那为什么不把啊？哦，前面是甜品，现在是主食。刚刚范老说要咬的，给这个面包哪里带回来的？真的好吃啊，这个面包真的好吃，真的好，多少钱一袋？现在干了。那我要付钱了，我吃面包。不，刚刚范老说要咬的，然后皮太多，四个皮太多，太难为你，两个字就可以了，虚惊。那咬的什么不像哦？要咬的像哦。然后咬出来的，还是地瓜特别少，地瓜特别少，非常新鲜。那么三个人洗好了，没关系，洗个比较也可以，要出时间就可以了。面包，面包好了，那这样子好了。再试一下，拼音也可以的，对吧？拼音可以。你对你老公的 X J X C 这样叫他。来了啊，来了，接着啊，快递到了，来，接下来。
走啊！好，怎么可能？不够分啊！哦，那还有嘞，还有嘞，接着啊！好了，没了，快开门吧！外面已经给光了，外面实在太难了。小北，不是有个厚的，有个大的，开一下门才能塞进来。啊，哎，塞不进来，塞不进来的，就是塞不进来的。哎，你们看看这个厉害吧？哎，这个可以吧？我这个我现在眼神不大好。这么厚的通道。Thank you.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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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Thank you.
谢谢陈英爸爸，谢谢爸爸。Peace to you and peace from God our Father,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the Holy Spirit. Amen. We have come together in the presence of God to witness the marriage of Wang Tianjian and Su Jing to surround them with our praise and to share the joy. Marriage is appointed by God. The church believes that marriage is a gift of God in creation, in grace, which man and woman become one heart, mind, and body. Marriage is given that husband and wife might enrich and encourage each other part of their life together. Now, let us pray together. Merciful God, you are always faithful in your love for us. Look mercifully upon Wang Tianjian and Su Jing, who come seeking your blessing. Let the Holy Spirit rest upon them so that with steadfast love, they may honor the promise they make this day. Amen. Now, I invite you to both declare your attention. Do you believe that God has blessed and guided you and now calls you into marriage? Answer together, I do. Yes, I do. Will you give yourself one to the other to be husband and wife, to live together in the covenant of marriage? Will you love and be faithful one to the other as long as you both shall live? Answer together, I will. Yes, I will. Thank you. 今天这么多人，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我有一些话想和你说。亲爱的晶晶，我们认识已经五年了。那在我们相爱之前的三年的时光里，我们最多的交流可能只是迎面的邂逅、迎面的问候以及微笑。那在之后的工作生活中，我慢慢体会到了你的真诚善良，在直到两年前我们真正的走到了一起。我有许多缺点，我做事有时过于感性，而且做事慢条斯理，有时还有点小健忘。然而呢，很神奇的是，你完全的弥补了我所有的缺点。你总是能给予我更多理性的想法，然后在我犯拖延症时能不断的督促我，还有你总能记得我不记得的事。你知道吗，每次当我们开车出去玩时，你坐在我身边，我就会特别的安心，因为呢那是一种默契。你总能在我要犯困时不停的和我聊天，能在我遇到岔路不知所措时给到我指示，而且当我要犯路怒症时让我平静下来。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觉得你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领航员。感谢你选择了我，感谢你一直的支持鼓励包容我，也感谢你愿意与我一起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我会努力成为一个好丈夫，牵着你的手一直走下去，实现我们所有的愿望。我爱你。亲爱的温温，谢谢你让我知道在你眼里的我闪闪发光，谢谢你选择我陪你走完余生的潮起潮落，谢谢你爱我的不完美，包容我的小缺点。你真的是我见过脾气最好、最善良、最真诚的男生。在相恋的这两年里，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重话，没有跟我发过一次脾气。谢谢你的每一次用心，每一次都让我深深的感动。未来的路很长，我会努力学习成为一位好妻子，陪你度过，给你更多的关爱与支持。
不管未来碰到多大的困难，请记得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你身边。因为如果你问我全世界哪里最美，答案就是在你身边，只要是在你身边。I love you, always have, always will. As a minister of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I do affirm and proclaim his wonderful blessing you and pronounce that you are husband and wife, the name of the Father, the Son, the Holy Spirit. Amen. Please, you may kiss your wife. OK， 那个各位尊敬的来宾们，各位先生们、女士们，大家晚上好。来一点掌声好吗？好，谢谢，谢谢。那个我就不多做自我介绍了。白天我是伴郎，现在的话我就客串一下，做个司仪啊。那首先呢，我还是想要代表着，因为我有一个这个机会，我拿着话筒，我想要代表各位来宾朋友们，然后向我们的两位新人说一声谢谢，说一声你们辛苦了。虽然我知道他们现在不在我们这个现场，但是他们一定躲在某一个角落偷偷的听着，所以他们一定能够听到。
谢谢他们为我们准备了这么好的行程，为我们安排了这么好的酒店，给我们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景色。那最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他们两个之间的感情是如此的美好，就像他们在这里巴厘岛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东西一样一样的美好。所以我觉得我也想请各位在座的朋友们一起，我们起身给他们一个非常非常热烈的欢迎，好不好？我们一起起身，然后我们每一个人来手里拿着一个这个叫仙女棒，那我们到这边来，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每人手里面拿两个仙女棒，然后就在我们旁边的这个小的蜡烛这边点燃起来。对，然后我们站成两排，我们一排在舞台的左侧，一排在舞台的右侧，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们。哦，每个人手中的仙女棒就像一颗颗蜡烛一样照耀着我们，谢谢。那我们就在这优美的音乐当中有请两位新人，好吗？我们把目光转向 dance floor 的那一侧，我们手中把仙女棒怀起来，来。好了，来我们怀起来，怀起来，开心一点。这边还没烧完。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新郎和新娘面前有一瓶香槟酒，虽然我们身在巴厘岛，但是我们还不能免俗，我们还是要按照我们阿拉萨黑尔，我们中国的一个婚礼习俗一步一步来，对不对？我们现在就有请两位新人倾倒香槟美酒。喜得你嘟嘟开啊，香槟的同时，我也学了几句司仪的台词啊，就是让我们祝愿他们的爱情能够像巴厘岛的海水一样清澈，像香槟美酒一样甜蜜甘醇。掌声送给他们。OK， 那我们现在所有的来宾朋友们，我们每个人拿起一杯香槟酒。大家晚上好啊。那个每当在这个时刻呢，一般都是要说一些感谢的话，那所以我想了想呢，我决定还是要说一些感谢的话。那个首先呢，就是感谢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嘉宾，大家真的是跋山涉海的飞跃过来，对吧，到这个岛上来参加我们的婚礼，那非常感谢大家。像我的司仪陆维浩同学，在那个我记得在几年前我曾经开玩笑的跟你说，我说以后我的婚礼就来做我的司仪吧，没想到今天是司仪加伴郎。对，还有很多宾客，他们在我们婚礼结束后就要马不停蹄的又要赶回去工作，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那第二个我要感谢的就是我们伟大的爸爸妈妈，你们非常辛苦的养育了我们，而且就是非常感谢你们支持理解包容我们很多任性的甚至是异想天开的一些想法，那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这样一个晚宴和婚宴，那谢谢父母。那最后呢，就是我还要感谢就是这一片神圣的土地，这一片美丽的土地，那个所以我要感谢我们的大自然母亲给予我们如此美丽的一个婚宴的环境，那
今天的晚上呢，我们有吃的，有喝的，有小松鼠，那还有再晚一点吧，还会有满天的繁星。那希望大家今天吃得开心，玩得愉快。好，谢谢大家。好的，那个不是好的，那个那我们就大家一起举杯吧，那个我们干杯，那为了什么呢？就为了一个字，为了爱。好。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been where we had been.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again. 好，那么请大家入座吧。也谢谢你们，谢谢两位新人啊。那么接下来进入用餐环节之前呢，一定还是要让我们的爸爸妈妈来说几句话。那么首先我们把话筒交给刘婷姐妈妈。好，各位好，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是那个温天健和石金的那个大喜日子啊，我呢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千里之外能够来参加这个婚礼。今天下午呢，我们一起共同见证了这一神圣和甜蜜的时刻。我们共同祝福他们那个幸福永远，好吧？然后就是我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婚姻，在新的那个人生那个征途上呢，就是要相亲相爱，那个互相包容，要担当起那个家庭的责任，对吧？要有一份那个感恩的心，对吧？要那个记住你们今天对自己那个相互的那个承诺，要那个记住这个朋友们对你们的祝福，好吧？也希望你们那个相亲相爱一辈子。好，谢谢大家。石君爸爸，爸爸妈妈衷心祝福你们幸福永远快乐啊，白头到老，好吧。谢谢各位啊，不远万里参加我女儿的婚礼，谢谢各位。 OK， 那大家桌上的伴手礼可以就收下了，那我们就安心吃饭了，好吧？好。Thank you.
Thank you for the best performance in Bali. Okay, now let's welcome the Beauty and the Beast. Tell us all as time, true as it can be.Just a little change, small to say the least. Both a little scared, neither one prepared. Beauty and the Beast, ever just the same, ever a surprise.掌声送给他们。哦，谢谢，哇哇哇，实在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再次来给你点掌声好吗？来，掌声不断，来。啊 ，OK， 谢谢二位，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桌子旁边继续用餐。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 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是一个开始，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